说起唐禹哲，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他帅气的脸庞和终极一般花样少男少女这些偶像剧。不过近年来唐禹哲消息不多，似乎在专心做音乐。不过就是这位 idol 日前被曝和一个网红在一起了，还开了一个微博小号专门和这位网红女友调情。据爆料，人称唐禹哲和那位网友从2014年谈到现在，中间有过分分合合。爆料人还提供了唐禹哲开的微博小号 CT 命定，唐禹哲经常用这个小号点赞网红女友的微博。小编翻看了所有微博，发现这个微博几乎所有的内容似乎都与感情相关，不是在表白，就是在撒娇调情，其中不乏一些尺度比较大的内容。而与他互动点赞的对象只有犀利犀利，所以也确定犀利犀利确实是唐禹哲的女友。这个把唐禹哲迷得神魂颠倒的犀利犀利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小编去扒了他的微博，1994年出生，有24.6万粉丝，是网红没毛病。犀利犀利曾发长文讲故事，据爆料人称，这其实就是他和唐禹哲的感情故事。原来两人是从炮友发展来的，那两人现在是啥关系？不过话说，唐禹哲不公开两人关系，却专门开了微博用来表白调情，所以这犀利犀利现在在他心里到底属于什么样的女友呢？